大家睇下呢個 shop 先，呢個海景。咁啊，呢個193方咧，應該係喺成個維港半島嘅頭牌嘅單位，無論係101方或者149方，或者係呢一個 corner 位七字露台嘅呢個211嘅呢個户型咧，呢個193平方嘅大平層咧，個景觀咧相對性係比較舒適啲嘅。因為點解？無論係佢首先呢個露台咧向西。Hello， 各位觀眾，咁啊，多謝各位觀眾咧，再繼續關注我哋呢個頻道啊。咁我係呢一個，又係我啦，維灣阿莊。咁今集咧，我哋就分享呢一個維港半島嘅呢一個大平層，咁就係193方，亦都係目前咧呢個這個單位咧，目前咧係貨量都仲係好充足嘅啊，現樓啊，比較相對性比較充足。咁啊，211基本上你要買一棟嘅嗰啲。買一棟嗰啲期貨，仲要係冇乜樓層可以揀啦，因為211已經211係王牌嘅户型，亦都係搶手貨啊，搶手貨。所以呢個193嘅呢一個單位咧，而家目前仲有好多揀。佢個價錢相對嚟講，如果你係攞成個呢一個維港半島六期啊，維港半島六期所有嘅呢一個户型去計呢個單價嘅情況下咧，佢嘅單價係最平。單價最平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佢依家目前個價錢先賣230萬，啊，有啲低樓層嘅220、220出頭或者220中，亦即係225萬左右咧，都有交售嘅，啊，220萬。咁啊，你嗱俾多10萬點揀咧？嗱，149方咧就係210萬，咁啊，你依個193方多咗成，我哋計咗多咗成40幾方，差唔多多咗500尺，差唔多多咗500尺。俾多10萬就可以擁有呢個193方嘅呢個單位。咁啊，呢個193方嘅單位咧，都係價錢都係一降再降噶啦。因為點解咧？佢要去貨量，發展商要去貨量。目前嚟講，呢個存貨現樓嘅存貨咧，都仲係相對性比較多嘅。咁啊，以前個呢個193方嘅價錢都要250到呢一個270萬左右啊，都要呢個價。咁啊，依家230都有交收，而且係高層。平啲嘅低層咧，220幾咧，都係有呢個交易嘅，有交售。大家睇下呢個 shop 先，呢個海景。咁啊，呢個193方咧，應該係喺成個維港半島嘅頭牌嘅單位，無論係101方或者149方，或者係呢一個 corner 位七字露台嘅呢個211嘅呢個户型咧，呢個193平方嘅大平層咧，個景觀咧相對性係比較舒適啲嘅。因為點解？無論係佢首先呢個露台咧向西。啊！佢向西，咁佢左手邊咧會俾自己同一棟樓嘅呢一個211擋咗佢嘅左邊，亦即係南邊個景嘅啊，擋咗佢南邊個景，咁啊睇落去冇咁直觀嘅。咁啊右手邊啊，右手邊咧就會俾另外一棟61棟啊，會俾61棟擋咗佢呢一個啊西邊嘅部分景啊部分嘅呢個景觀嘅啊，所以佢呢個係一個193嘅大平層一個。最致命嘅缺點，佢係可以睇海，亦都係頭牌，亦都係一線海景。但係佢左右兩邊就類似你係左右兩邊咧，就係夾住你喺中間嗰個位咁。咁啊嗱，即係話各樣各色各樣嘅嘢咧，都會有人中意咁樣嘅海景嘅嚇，都會有人中意嘅。每一樣嘢，每個人嘅角度同埋睇法就唔同嘅。
咁啊，露台咧都係好大，一個好長嘅露台。咁呢個露台咧就有呢個十米嘅露台啊，超級大露台。但係佢個景咧，呢個係永久性嘅一個海景嚟㗎。呢個 shop 再睇下永久性，其實佢嘅視野係非常之開闊嘅啊，就會喺左邊同埋右邊，左手邊同埋右手邊咧就有呢個少少嘅瑕疵，就會俾呢一兩。兩一係就俾呢個六十一棟擋住個一個西邊嘅景，一係就會俾另一個弧形二一一呢個七字形嘅露台咧，就擋咗左手邊嘅少少嘅呢一個景觀嘅啊，所以佢嘅價錢咧，相對性係即係性價比嚇。如果即係我哋齋講買樓嚟講，193方230萬，即係齋講買樓呢個實用性嚟講咧，佢係性價比高嘅啊，性價比高嘅。因為如果149方的這個貨量去得都比這個193方的多，因為149方都要去到這個210了，這個就230，你加多10多萬至20萬之間，20萬都不用，你就可以擁有一個193方的一線海景，那你會怎樣選擇？選擇性這個問題就會給各位觀眾。其實為什麼這個193方的這個貨量會比較多呢？其實各位觀眾來到現場看完之後呢，亦都係會識得去揀翻啱自己一啲單位嘅，好嘛？咁我哋都再望下呢個海景，好嘛？咁啊，呢度咧下邊咧就已經定曬型嘅啦，下邊係別墅，咁啊唔會再任何嘅變化啊，唔會再任何嘅變化。同埋依家維港半島基本上頭排嘅呢個61棟又好，62棟又好，60棟又好，或者59棟都好啊，呢啲全部都係現兜兜嘅現樓整好曬嘅啦，即係你唔需要擔心碧桂園出現啲咩問題。爆雷或者係點樣？因為佢現樓，你即俾錢就即交收噶啦。咁啊 ，OK， 我哋都係睇翻呢個內籠嚇。內籠咧，其實佢呢一個户型咧，就係呢個149方嘅一個放大版嚇，一個放大版，同149方嘅户型咧，基本上係一樣噶啦。咁啊，都係呢個四房啊，都係一個兩個廳雙露台嘅，兩個廳雙露台。咁啊，呢邊有個大廳，呢邊就係。飯廳的位置，飯廳的位置就呢邊有個廚房嘅，咁啊廚房咧相對性比149方嘅廚房係大好多，基本上大差唔多係一半啊，大差唔多係一半嘅，咁啊一係放大版啦啊，咁呢邊後邊咧都會有個細露台，啊細露台就好直觀睇到後邊呢個景咧，這個景咧就叫限時海景。限時海景的意思咧，就係你等呢個下邊啊，呢度呢條白色線，呢度起咗高層之後咧，你就睇唔到個遊艇會噶啦。目前依家都仲可以睇到呢個東邊嘅呢個遊艇會嘅啊，東邊遊艇會。咁啊，如果各位觀眾咧，我哋各位觀眾咧係中意睇呢一個，中意睇呢個日落同埋日出嘅咧，這個單位啱啦，因為點解？因為佢呢度係東邊，呢度可以望日出嘅。日落鹹蛋黃咧，喺呢個主露台呢度望呢個鹹蛋黃咧，就咁啊！依家因為係熱天啦，咁鹹蛋黃你基本上係要去到6:30過後啊，6:30過後咧先可以望到呢個鹹蛋黃嘅。咁啊，超過6:30咧會俾呢棟樓遮住啦，你就望唔曬呢個鹹蛋黃啦。啊，超過6:30，佢因為太陽依家目前嚟講熱天，太陽落山應該係7:3，即係7:3差唔多呢個時間。如果冬天咧？你係睇得更加多啲啦，冬天會睇得更加多，因為冬天嘅太陽落山會比較早嘅，啊早少少嘅就會喺呢度落，因為而家熱天咧就會喺呢個61棟嘅側邊啱好嗰個對角位嗰度係太陽落山啊，你就可以睇到。咁 OK， 我哋睇下內籠，俾各位觀眾望下呢間3房2廳2衞嘅單位，好啦，呢個位置就係入門嘅位置，入門嘅位置，同埋咧佢呢個係咩咧？就係兩梯兩户嘅。兩梯兩户，啊呢度咧就會有個套廁嘅，啊套廁嗱，呢個就係149方嘅一個放大版，149方嘅放大版咧，呢個房咧就冇洗手間嘅，但係呢個193方咧，因為佢嘅積口夠大，佢去到2000呎咧，佢就可以做到呢一個4房2廳3衞啦，因為佢係有兩個套廁嘅，啊咁啊呢度有間房，啲房間嚇，見到我哋啲房嘅。相對性都係好大嘅，佢基本上4個房有3間房咧，都係望住個海景嘅，都係望住呢個海景嘅，啊，
咁我哋睇埋另外幾間房好嘛？咁啊呢邊咧就係呢一個公共廁所，公共洗手間啦，啊，公共嘅洗手間嘅位置。OK， 咁啊呢邊仲有兩間房嘅，呢度有一間細啊，呢間細房咧一般就係做書房或者做呢一個細路仔嘅房。係會比較合適，房間會比較大，因為佢畢竟是2000隻，咁啊呢個主人房更加唔使講啦，呢個主人房擺張，呢個主人房可以擺張兩米半嘅牀，嚇，擺張圓牀又得，擺張大牀都冇問題嘅，啊，都係呢個景觀，啊，始終都係中意個海景，啊，佢設計咧係成個户型嘅設計咧四四方方嘅，啊，四四方方，基本上咧佢可以將嗰個飄窗對住個海咧，基本上都對住，但係得間細房冇對住海嘅啫。咁啊，呢個係套廁嗱，呢啲就係大積口，大積口嘅好處啦。佢嘅套廁廁所咧都係分開兩邊嘅，一個淋浴室同埋呢個洗手間。但係呢個標準咧就爭咗啲啦，未達到呢、這、一個即係去到差唔多2000尺嗰種標準。點解呢？因為正常嚟講，你呢度起碼要擺兩個嚇、啊、兩個洗手盆，咁啊會比較合理啲。啊，呢個係我哋係我一個個人嘅建議嚟嘅啫。啊，咁啊呢啊呢個193平方，230萬現樓，大正裝修，一線無遮擋海景，咁係唔係你嘅心水嘅嗰個 dream house？ 咁啊呢、這個唔敢講嚇。咁、啊、我哋咧啊呢一、這個。我哋維灣咧，咁啊維港半島我哋就賣好多噶啦，啊基本上呢個所有個户型我哋都賣過，咁啊101啦、149啦或者1893同埋呢一個211咧，我哋都賣過噶啦。我哋亦都係問過呢一啲咁嘅買家啊，問過呢啲業主嘅心得，咁啊211更加唔使講啦，所有人都中意嘅，啊只不過可能咧有啲人中意個價錢唔中意嘅啫，因為你211點都要去到呢個三字頭。去到呢個300萬，咁啊，當喺211揀唔到嘅時候咧，可以揀149平方咧，亦都係 OK 嘅，因為149平方個景觀咧，個視野嘅開闊性咧，相對性咧，肯定冇211咁好，因為211係七字形嘅露台，咁你相比之下咧，你149方你少咗成頭嘢喎，即係少咗100萬，少咗100萬之後咧，你就可以揀呢個149啦。咁啊，193平方咧，所以我哋手頭上賣嘅呢一個業主咧，都係相對性都係比較少嘅，因為我哋會將我哋自己睇到嘅嘢嚇，會話俾我哋呢一個買家知。如果你係揀，即係話揀193方咧，其實149不妨係一個選擇，可以諗一諗。因為咧，佢雖然話價錢相差唔大嚇，價錢相差唔大。咁啊，你有啲觀眾朋友佢話：，哎，唔緊要，我就係要大。啊！就係、是、要大、那個景觀，我其實唔係非常之追求有就得啦。啊，咁呢個其實193方呢個性價比係最高嘅。啊，因為無論佢嘅單價又好，總價又好，都係最高嘅。啊，咁啊，成個維港半島呢個單價最平嘅咧，就係呢個193啦。基本上啊，基本上193。咁啊，唔敢講咧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依家有個101方先92萬，啊，嗰、那個係搞緊促銷。咁呢個193方佢依家剩低嘅貨量，你話未來會唔會發展商搞，即係話搞完呢個促101方嘅呢一個户型嘅促銷，會唔會做呢一個193方嘅促銷咧？有機會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發展商依家唯一嘅係點咧？就係清貨，即係清貨，即係去呢個庫存嘅。咁啊，目前嚟講，我哋睇翻呢一個銷售表咧。咁啊，193目前嚟講都貨量都仲係充足嘅，咁啊仲有好多樓層可以揀，啊不排除呢個101方嘅呢個92萬嘅呢個促銷搞完咧，有機會嚇、啊、會有呢個193方會有一波促銷。如果呢個大平層193方搞呢個促銷嚇、啊，有突破呢、這、一個啊有突破呢一個價錢嘅優惠嘅情況下咧，喺各位觀眾不妨可以諗下呢個單位。因為佢真係好實用啊，同埋佢嘅成個嗰個面積嘅積口段咧，係成個維港灣除咗211之外係第二個大嘅啊，相信會有呢一個機會會搞呢個促銷嘅，同埋咧我哋呢個維灣咧都有搞呢個團購嘅活動，咁啊亦手頭上咧都有收到呢啲大平層嘅呢啲客户，亦都係呢個等緊呢一個
發展商去搞呢個促銷嘅。咁我哋咧都一直呢一個維港半島咧都有呢一個叫做團購優惠嘅活動。咁啊，碧桂園咧，咁啊，無論係呢一個十里人灘啦，或者係呢個半海雲山啦，我哋其實同呢一個發展商嘅呢一個負責人咧都係比較熟嘅，因為以前211冇人可以做到。最早期在去年的時候，去年高峰期，即係去年嗰個211叫做高峰期，差不多是搶貨的情況下咧，我哋咧冇人可以做到呢一個211嘅呢一個兩成首期的呢一個貸款，但係我哋做了，我哋亦都係首例做了呢個維港半島呢個211嘅呢一個首付兩成，亦都係70多萬就可以上會啦。咁我哋都係一樣，目前嚟講，無論是維港半島的呢一個任何一個户型。都是可以做到 1.5 成或者係2成的首付，可以上會嘅，因為是現樓嚟嘅，好嘛？我哋一直都有搞呢個團購的活動啦。咁你話，我看啱邊個積口149啊，或者是101啦，同埋或者係呢個193方嘅呢個大平層都好啊。咁啊，睇啱咗，但係個價錢可能仲唔係你心目中理想的價錢咧啊。其實可以栽埋我哋呢一個團購的活動，咁我哋會集中呢個力量咧，去會爭取一個優惠的價錢俾到我哋呢、這個。粉絲同埋我哋嘅觀眾嘅啊，咁都回饋翻俾我哋呢一個一直有關注我哋頻道的一啲觀眾朋友，好嘛？咁 OK， 咁啊呢個就係193平方嘅。咁目前嚟講，成個維港半島咧，依家賣緊啲就係得呢三個户型啦。咁啊，仲有一個户型咧，就係細少少嘅，就係115方嘅嗰、那個。其實115方嗰同一個101方嘅嗰個户型係一樣嘅，係一樣嘅。咁目前貨量最多嘅可能就係呢個193方嘅呢個單位。如果各位觀眾係有興趣嚇，覺得呢個實用嘅話，可以親身上嚟睇下。睇完咗之後，覺得個價錢唔啱咧，可以 join我哋呢個團購啊 ，join 埋我哋嘅團購咧，我哋會集中力量咧，會同呢個發展商去爭取一個優惠嘅價錢回饋俾我哋嘅粉絲嘅，好嘛？咁我哋呢一集咧都分享到呢一度啦。如果係各位觀眾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留言俾我哋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可以掃我哋嘅 QR code 加 Billy 或者加我加 Sam Andy 係都冇問題嘅，聯繫翻我哋，我哋會俾到一啲準確嘅答覆俾各位觀眾嘅，好冇？咁我哋今集就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